哎，不好意思，季小姐是吧？董先生你好，你好。哦，跟朋友吃饭啊？嗯。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我请你喝一杯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晚上已经有事儿了。哦，那什么时候方便啊？不好意思，我和他已经有约了。嗯，不好意思 ，girls 谈。 OK，see you。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你都拒绝他，还死皮赖脸，还有更不要脸的呢。你知道我们怎么认识的吗？怎么认识的？他带他老婆来 SPA。 什么？都已经结婚了，还好意思搭讪你？就是啊，所以你说现在什么都要考试，这为什么领证就不要呢？ 必须要拿到人夫人妻合格证才有资格结婚，还得植入晶片，要是背着老婆鬼混，立马定下。小姐你好，这是娜丽先生送的红酒。你说就这种人，就这种婚姻，有什么好结？你再看你自己这怂样。 你说你堂堂正正一个女青年，你凭什么比那些已婚女同事矮一头啊？梁阳，你自己就得端正你的态度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怕给总编丢面子吗？哎，我问你，史维聪和樊书成闹别扭了？肯定是，听他那语气我就知道有事儿。哎。 我这前脚刚吵完，后脚你们就知道了，消息很灵通嘛。哎，真的吵架了？你们男人的事情我可不管啊，但是我们的聚会必须照常进行，这周末之前必须给我和好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的早午餐一个都不能少。听我说，像吵架这种事情，拖着拖着就伤感情了。哎，我来说，书成啊，你别跟史维聪较劲儿，他每次跟。 吵完架都会后悔，他本来脑容量就不大，这家事一出，肯定就更不知道怎么和好了。你就多担待一下呗啊！你们这是对我一起施压呢？啊，行行行，我保证哄好的，两位女王殿下。樊总，哎，你不去现场了吗？搞不定啊！你看看这两张图，现场的电路根本负荷不了舞台的需求。 十几年的兄弟，说好的无论什么境地都永远支持，互相理解，忘了。那个横幅啊，固定好了，千万别掉了。好的，好的。桌子啊，铺开一点，地方那么大了。好嘞。嗯，您看还有什么需要解决吗？目前就没有了。嗯嗯，好。我闪开！白总。 现在说的跟之前说好的不一样，得加钱。就是，你这换来换去，拆了搬，搬了拆，这工作量可翻了好几倍。工作量翻倍。对，你们拿老化的电线以旧充新，还欺负我们一个新人盯场，就把能换的都换了，现在还要求我们加钱？换回来不就行了？就是，反正不加钱，我们就不干了。对，不干了，不干了。石总在的时候。 好歹还请我们吃饭加餐呢，跟你干活事儿分配不说还没好脸色，我们不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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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想干就别干，以后啊也都别干了，别以为石头跟石总那样好说话，我眼里容不得啥的。我早就不想跟你们飞凌合作了，国漫不知道找了我们多少次，
人家项目多，家大业大，你们迟早玩完。各位啊，哎，看着他们收拾东西，但凡属于菲林的，他们一个子儿也不准拿走。得嘞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走，走了。今天晚上你老公来吗？敢不来吗？咱们销量又没有李洋洋好，这其他方面总得跟上吧，不然的话，总编眼里还能有我们的位置？哎，我有个朋友认识李洋洋的大学同学，说他压根儿就没谈过恋爱，他同学们都知道，一直一个人单着呢。真的呀？那他还说自己有男朋友？哎，这种事儿也能瞎编？他那种工作狂，怎么可能有男人爱啊？哎，你说他那些稿子该不会都是瞎编乱造的吧？那可说不好。嗯，总编，来，我敬您一杯。来来，我也敬总编一杯。来来来，好，来来，大家一起啊，决议决议，哎。哎，泱泱怎么还没来啊？是呀。她不会找不着男朋友，不敢来了吧？泱泱不是这样的人。这个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泱泱。哦，你好。你好。这位是。这个是我最好的朋友姬胜利，是你常去的那家 SPA 的经理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怪不得呢，我每次去都有特别招待。我一直以为我是大名远扬，原来是你，洋洋啊，别人都是做好事就怕当事人不知道，你倒好，这么低调。洋洋，我还以为你们俩，就是，吓我一跳。你说你没男人就没男人。带个女人来呀，我们都是好姐妹，难不成还笑话你？主编让我带另一半出席，我虽然没有婚姻上的伴侣，但是互相扶持、情感深厚的灵魂伴侣，我有三个。单身怎么了？没有男人又怎样？人又不是只有爱情。男人能做到的所有事情，我全部都可以做到更好。你们时尚不是总倡导女性独立价值观吗？娱乐不是总给女明星立自强人设吗？我作为一个主编，给我自己的女性读者做出一个表率，难道不对吗？我的文章啊，都是一笔一画出自肺腑之言。难道你们的文章都是随波逐流，连自己都不信吗？洋洋啊，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好了，来，我们喝酒吧。那就敬所有独立的女性，敬所有真挚的感情，敬读者，敬读者。